纠正。For example, me. How do you say we have a problem in Chinese? 三庭旺。对，三庭旺，什么叫三庭旺？那笑点在哪？他讲的就不好笑啊！你们真的很难相处。什么是 God to be？ 上帝做的事。God to be。够了，够了。干嘛？为了一个笨蛋讲的英文在那争执 ？What kind of room？Has no doors or windows。他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你知道为什么要到台湾来吗？为什么？因为他的日文也不好。他五位当中，英文程度最好的跟最差都不高啊。我们懂，我们懂。看到这边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这个做了一堆讲中文的，哎，获得了一个日文比中文好的。孟多，孟多，欢迎孟多。孟多，你好。那这一边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是。这边通通是讲英文的，英文为主，中文为辅。English， 要不要先用英文自我介绍一下？哦，可以啊，可以啊。那每一个人。时间只有十秒，这么重要为什么吗 ？OK， 为什么？避免尴尬的时间。对，因为多讲多错嘛。对对对，连用英文自我介绍都跟打篮球一样，有垃圾时间，不能这样浪费的，对不对？来来，第一位梁鹤群，来来。好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Vincent，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m hungry。有道理。OK， 下一位。Okay, hi everybody. My name is Reba. I am sexy and Reba. Single. Yes. Double, double, double.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Yako. 怎么跟我太做朋友？太厉害了，对不对啊？来笑一笑，笑。来 ，Hello,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Corey. I was a superstar in basketball court. Now I'm retired. Are you kidding me?自我介绍来掺杂一些谎言，对，看出来，因为他叫哈校园 ，My name is Hello， 来孟多 ，Hey everybody， my name is Mondo Otani， I'm very famous in Taiwan， I'm not Lai San Kang， Thank you， 什么什么？是不是？好，用中文来介绍一下，自我介绍十秒钟。好，大家好，我是凯杰，我从纽西兰来。哎呦，来哦，中文好厉害哦，这么强。OK， 来来。嗨，大家好，我是辛黛芬。不是啦，辛黛芬。啊，辛黛芬。偷东西。盖文，盖文。大家好，我是盖文，来自康乃狄克州。哦。对，然后我的血统有五个，有德国、爱尔兰、威尔斯、苏格兰，跟英国。哇！太长，介绍的太长，太长，完全看不出来。你讲的好惊讶！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崔璀璨。崔璀璨，崔璀璨，到底是崔璀璨还是崔璀璨？崔璀璨，崔璀璨，崔璀璀，崔璀璀，这个名字谁帮你取的？你得罪了谁？中文老师帮我取的，因为英文名字是那个 Tristan， 很像璀璨，崔璀璨，对，超难写的哎。那中文都讲得很流利，对不对？对，标准。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你们都觉得自己英文很好，对不对？对，而且目前因为他们都讲中文。安托利啊，对，大家好，我叫安托利，我来自美国的洛杉矶，我刚满十八岁了。What？ 十八岁 ？Oh my！ 你以为用中文讲谎话，我们听不懂是不是？他好像那个 Jason Mraz 哦，有点那感觉。对啊，很想问他会不会唱。不小心呢。戴帽子的时候十八岁，帽子一脱下来八十岁。都想问他会不会唱到 Uptown Funky 有没有？ Uptown Funky 呢？ Uptown Funky 呢？会不会？来来来，白芬妮。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白芬妮，我从美国德州来的，我来台湾读书，在这边六年。哇，六年了。那中文讲的也是很厉害的，阿龙哦。阿龙。大家好，我是外国人，我来自加拿大，我叫阿龙。阿龙，加拿大的归你管。这里面有几位老外，好像都是归你管的。对对对对对。
是你的家。有空来找我，是温哥华学霸。哎，我给你面子好不好？谢谢谢谢。阿龙的中文才好呢。对呀，他都叫阿龙了。叫阿龙的是吧？来，旁边是 Jordan。我是从英国来的，我来台湾学武术。Martial arts？ 对啊对啊。Oh, what kind of martial arts？ 哦，我以为他骂脏话，吓我一跳。比赛比赛比赛，听不懂，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对对对，听不懂，他听到武术就有兴趣。就是八卦掌，八卦掌吗 ？Very traditional Chinese kung fu， 对对对对。Yeah。对，我发现大家的中文比我好哎。对啊，好奇怪哦。是讲真心话，是听不懂你就呀呀。就跟到日本去，人家讲说嗨嗨嗨，他讲了什么，你就跟他尾巴讲就对了。哎，有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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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方法好棒！现在准备要考验了。是的，因为这边呢都非常的骄傲于自己的英文好像很好的样子，厉害了。我们要干嘛呢？讲冷笑话，冷笑话能够互相沟通的时候，就变成搭起了友谊的桥梁哦。也是很恐怖。所以这边呢，每一个人会讲冷笑话，然后你们这边我说，请抢答的时候才可以抢。表示你要解释，你要听得懂。第一位要讲的是谁？哦，阿龙先来。好，阿龙来。In English. English. Yes. Yeah. Okay. 冷笑话。Let's go. How do you say we have a problem in Chinese? 三庭旺。有没有人听得懂？他笑点在哪里？三庭旺。请抢答。三庭旺。三庭旺。来，汤孝远。三庭旺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是他应该要说的是 something wrong。Yes. Yes. 啊。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为什么是这样？对，something wrong，什么叫张庭旺？那笑点在哪？他讲的就不好笑啊！不是冷笑话，不是恭喜评审的部分。对啊，有没有人要补充的？现在我觉得他是很算对一半，这应该算对了。Something wrong。哦，我因为他中文，他的英文很烂，他的something wrong。对，就说哦，为什么中国人怎么讲？讲这个有问题了，他就讲哦 ，something wrong 这样子，这样懂了吧？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对，对，就是那样。我们会有乡音的音，没错，没错，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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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得到一分。如果你等一下乱抢答，答错要扣一分，扣分会大扣的。第二位谁来讲？十八岁。Why does Santa Claus have a big sack? Okay, why? Because he only comes once a year.Oh my god！ 有人听得懂吗？小梁哥，小伟张，小梁哥不是已经他说为什么圣诞老公？但有答案立刻抢答，请抢答！哎，甜甜，扣分。圣诞老公公一年只来一次，因为那个雪橇一年只会动一次。恭喜答错。还有没有？要不要猜看？抢答！小梁哥，你刚才不是要答吗？小梁哥，你是这一排的希望啊！你要勇敢！小梁哥，小梁哥，不是我担心你。游过学，我美游过学。但是这一题稍微难。这真的很难。不是，我不确定那个单字啦。他说，为什么圣诞老公有个很大的？那个，因为他一年只来一次，我就是卡在那个单字啊，你就把那个单字讲出来，因为那个，所以我迟迟没有举手哦。好 ，OK， 那有没有其他人请抢答？这真的很难。蒙多你很色，你应该知道，他是有一点色情，没有错。蒙多，为什么神当公公开了很大的大爆的？保险套，傻姑啦，没有啊，我傻姑，好，不是保险套，为什么不是保险套？带了一大包的傻姑，因为他只能一年一次可以来，恭喜答对，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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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没有，我知道他没有保险套，圣诞老公公本人太大包，所以他一年只能来一次。其实你的逻辑是对的，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跟大家讲了。其实他是蛮色情，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圣诞老公公有这么大一包？因为他一年只能来一次。那对啊，好，你再讲一次，我们听一次。好 ，Once more again. Why does Santa Claus have a big sack? 对 ，sack 也可以就是包包 ，sack 男生哪里有一个包包 ？sack。Because he only comes once a year. 因为他为什么有这么累积了这么大？对，因为太大了，只能去一发，只有一次，对，对啦，小甜甜一分啦。
我私底下给你十分。圣诞老公公为什么会有那一大包的沙谷？对呀，因为他一年只来一次，要尽情的玩。对呀，不然托里怎么可能知道那是什么？好了好了好了，恭喜小甜甜得一分，小甜一分，多这一分也不错，好不好？没有了，好了好好，还有谁？还有谁？第三位谁？谁？好，我好来，凯杰。OK， what is a pirate's favorite letter？ The answer is R。好，听不懂。What's wrong? Repeat one time. 这真的太难了。What is a pirate? 简单的。Yeah， 很简单，其实很简单。OK， 蛮简单。What is a pirate's favorite letter? And the answer is R。请抢答。R。海盗最爱的字母是什么？对，就是 R。为什么？因为他们总是 R。Yeah。刚刚这样叫是不是？Yeah. 这个答案是没有错，是，但是这个笑话证实了老外幽默感是很烂的。就是，而且因为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好笑的笑话不适合在节目上讲的了。哦，对啊，圣诞老公公那么大包都讲，老外的笑话真的很不好笑，他们很喜欢讲什么 knock knock。你知道吗 ？Who's there？ 我每一次看电影都很喜欢讲这个笑话，老实说都不好笑。那个连我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好无聊，不懂。敲他的门，敲敲门，然后谁在那里？对，谁在那里？好无聊的笑话。然后那个他是每一次都随着谐音改变，然后其实永远找不到他完整的一个逻辑。哦，是吗？对。其实我有一个最冷的那个 knock knock 的 joke， 好，你试试。一个就是说 knock knock， Who's there？ Nobody。各位为什么不好笑？因为它叫冷笑话。哦，对啊，所以因为这样我就接受了嘛，对不对？好好好，也是。来来，还有谁来 ？OK， so one day this teacher was giving out psychology courses. OK， and so the teacher started by saying, "All right, so does anybody in you in the classroom think that you're stupid? If you think so, then please stand up." And then little Johnny stood up, and then the teacher asked, "So little Johnny, you think that you're stupid? Oh no, I just feel bad that you're standing alone." Oh, 请抢答。哦，来来，丫头。因为那小朋友可怜，那老师站着，因为站着那个最笨。因为。真的厉害耶！我来，你刚提出来一个很棒的耶。什么？我刚才提导游，是你翻译给他们用英文翻译。有过学科是好难哦，连我都觉得难。对，我们都是英文老师，所以小心。Use a black bottle. Black bottle. You put soy sauce inside. So you can see the color. 哦，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本来就是黑色，那是笑话吗？这不是笑话，这是一个 idiom， 歇后语嘛，它是一个谚语，谚语台语的谚语，对对对，这个用中文来讲，你翻译一下叫做“人不可貌相”啊，这也很难啊，这也很难。People who， 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人不可貌相。The ability， but you can 啊，我知道了 ，see the outlook。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Beautiful. 哇！那你的钱没有丢在水里。所以这个吓死我了。In Mandarin， 闽南语叫做 O Gana De 导游。Repeat once again for me. O Gana De 导游。You. O Gana De 导游。哈校园传授交流秘方：吴宗宪画虎不成反类犬。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nowman and a snow woman？ 蛮好笑的。而且我发现很厉害哦，就是反正只要他们讲完了，你就哈哈这样笑，然后就感觉好像我真的英文很好一样。First, you have to say raise your hand if you think the answer is yes, and if no, don't say anything. Okay. Okay. 讲冷笑话，What starts with F and ends with uck?
梦多梦多小心哦。还蛮简单的。什么字开头是 F， 然后结尾是 ack？ 对，对，没错。答案是什么？哪一个字？那不是脏话吗？因为现在还没有，还有别的字，只是题目而已。什么答案 ？Folk。Folk， 就是人的意思。没有没有。好，神经元 ，Flack， 怎么了？但是它是 U C K 结尾的，结尾。不是答错，可以说答案了吗？请说。Fire truck， fire truck， fire truck， 消防车吧。Fire truck， fire truck， fire truck， fire truck， 消防车。Fire truck， 你们真的很难相处。真的想开了，没有这一道题目，就是说你如果答了，也算对。是吗？是有人就说啊，对耶，大家都自然的觉得不能讲了，因为它是一个冷笑话，它就是然后要你回答，就是说讲错，对对，然后他才说 no， it's fire truck。来下一位，盖文，好 ，Why is six afraid of seven？ 有没有人要猜？请抢答。好了，我没抢到。OK， 好好好。为什么七很怕九？那我们是不是再说一次吧？六连数字都错是怎么意思？是 Why is six afraid of seven？ 七什么意思？七哪里怕九？因为七为什么七很怕九？为什么？因为他活生生就少他二。这什么烂？不是在 once more again， 你要讲完。Why is six afraid of seven？ Because seven, eight, nine。哦，我知道了。好，来，小甜甜，这个八被吃掉了。Seven, eight, nine。Seven, seven, seven, eight, nine。对。Seven, eight, nine， 七八九。Seven, eight, nine， 七吃九。对，答对了，谢谢。所以很厉害，九很害怕七，对，不是，对了，是六很怕七，因为七吃了九，九很怕七，又哪来的？我怎么进入到跟你一模？哪里有九？好嘞，下一题，谁？来，乔丹是我里面我最害怕、担心，因为他的外形太像三剑客男主角。大明星，大明星，好来，三剑客，可以 go。好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nowman and a snow woman？ 哇哦，他这还英国腔的，为什么差别在哪 ？Snowman 跟然后要说得出来 ，snowballs。蛮好笑的，有他上面懂了吗？抢答。好，黄孝远，这也是谐音嘛 ，snowball， 因为为什么啊？那个雪人跟女雪人有什么不一样？是，就差在雪球啊。Snowball， 就雪球球啦，对对对对，厉害啦！而且我发现很厉害哦，就是反正只要他们讲完了，你就哈哈哈这样笑，然后就感觉好像我真的英文很好用，真的真的真的，对不对？有这招有用，对不对？好的，校园，其实我刚一直用这一招，真的，而且我蛮爽，就是我不用打，我还在这啊。请抢答，一副好像我都懂，对啊，根本就不懂。哈笑远再来一分，我为什么不懂？你超不懂的，太奇怪。下一题谁？First you have to say， raise your hand if you think the answer is yes， and if no， don't say anything， okay？ Okay。等一下，再笑，用错地方。对不起，用错。对对，像那交响乐，我第一个鼓掌也很惨。哎，人家刚刚一半而已，我就鼓掌。我也。因为终于来了一首听得懂的。哎哎 ，Sorry。Can a kangaroo jump higher than a house？ 如果你觉得，请抢答。现在是什么状况？有搞清楚吗？讲完了，讲完了，就这样而已。这样子啊，请抢答。哎，就是表示小袋，但是小袋鼠啊，它就在那个它袋子里面跳动，还在它家啊？不是吗？就是 Kangaroo 是袋鼠嘛？是。然后它跳，然后还是 house 嘛？所以是袋鼠宝宝在那个妈妈的袋子里面跳，跳了之后还是在它家里面啊？哇哇，你到底是怎么读完你的英语？你很有想象力。
很有想象力，对不对？答错了，答错了。孟多到现在都没有答对。孟多要不要试试看？很难哎，难啊！我只有听那种 kangaroo 嘛，对，跳嘛，然后跳到就是怎么去，就是家里面嘛 ，higher than 跳超过 higher than the house， 很高。袋鼠怎么样跳超过屋子？嗯，可以吗？可以吗？对，袋鼠可不可以跳高过房屋？可以，要 yes 嘛 ？Yes。Somebody put the finger to his asshole。对。有什么逻辑 ？No。那所以那个笑话的笑点是 ？No， because a house cannot jump。Oh my god！ 装懂是吧？语法对，你们俩不要在那装懂好不好？这个不是，没有这个不是懂不懂？孟多告诉我们为什么？就啊，我听得懂，这次真的真的听得懂，因为在家里面不能跳。不是，我知道，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我知道，他说这是日本人呢，那你会不会沟通？袋鼠可不可以跳得比房子高？是，不行，因为房子不会跳。对，这其实是中文的文法。没错，各位你们知道孟多，他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你知道为什么要到台湾来吗？为什么？因为他的日文也不好。所以干脆到台湾来，要不然在日本人家跟他去日本啊，叫他去问路哦，他问不出来，太尴尬了吧？因为我是乡下人啊，而且我讲的日文跟同济人讲的日文不一样，怎么可能？真的啦，这种的，你有没有胡乱？真的啦，好，比如说，好，我给你听，哎，今天天气很好，对不对？嗯 ，Today is very fine day， 来 ，take care， 天气 equal sun， 很好啊。对嘛，但是就是 go take take go sing， 我们就是九州人的讲法是这样子。别的地方怎么讲？今日すごく天気いいね。那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不一样？今日take take go sing， 就只是就好像我们讲说，我听不懂，我不明白你说的，跟人家讲说我不懂你的明白。就有的有，但你还是听得懂啊。哪有很多人听不懂？就像我们说在后家，然后宜兰会说进后家，对，就一样的意思啊。哪会啊？孟多，你不要再为你语言的挫折解释了。不要让我们有排挤人家。对对对。老外冷笑话交流大会，纯野森林拜野森林。Someone went into a library. Can I have a burger? And then the librarian said, "This is a library." And she goes, "Oh, can I have a burger?"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来讲冷笑话。好，来讲冷笑话给外国人。你先来啊，冷笑话一请。有过学的，坐着讲哈。To Maria， 嗯 ，What？ After walk， 嗯 ，Talking each other， 嗯 ，One Maria say， Oh， I'm very tired every day。Why？ Because I must say， Yes， maiden， Yes， maiden， Yes， maiden， every day。哦 ，Very tired。嗯 ，The other， Maria say， No， I'm tired。Why？ Okay。Because I must say, no, sir, don't touch me. No, sir, don't touch me every day. Is there anyone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听得懂吗 ？Put your hand up. 哦，哎，新加坡什么意思？说的是什么？反正就两个女仆，对不对？哇，太厉害了，太棒！两个女仆，然后他们就在聊天，对不对？他们在聊天，然后他们就在抱怨说：“哦，我天哪！”有一个就说：“哦，我好累，我每天都好累哦。”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为什么很累呢？”对。然后那个就说：“啊，因为我每天都要说，啊，是的 ，Madam， Yes， Madam， Yes， Madam。”然后好累啊。另外一个就说 ：“No， 我才累，好不好？我才累。”然后另外那个就问他为什么 ？Why？ 那你为什么累？因为我每天都要跟主人、男主人跟男主人说 ：“No， 不要碰我 ，No。”要碰我啊！对，完完全全正确，看到没有？好笑哎！这个世界除了我爸爸之外，就是他最了解我。杨雄哥，他那时候就是没有 say no。主要是你讲的那个那么诚恳，
那么用力，人家不好意思说听不懂。哦，对，应该都听得懂吧？可以啦，听得懂，听懂，现在懂了吗？都 OK 啦，哎，很妙，那我就放心了。新代分中文解释之后，大家都听不懂啊？我不知道笑点在哪里。他不是说有两个叫 Maria 的人吗？对啊，为什么又叫 Maria？ 你是不是把那说成 Maria？ 对，因为 Maria 在台湾我们会戏称这个是妹子的名字，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叫做 Maria， 都是 Maria。懂了，可是不觉得好笑。哦，就这样。现在才他从头到尾就不了解啦。对啦，可能当我们在讲的时候，他在想家也有可能。OK OK， 但是观众了解了。来，再来，张可云。One day I go to the garden. I go to garden. Then I see the one flower on the floor have a butterfly. Then I catch the butterfly. Then butterfly told me, "Oh, let me go because today is my birthday." Then I say, "Really? Today your birthday?" Butterfly say, "Yes, let me go." I say.Let me celebrate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Let butterfly die. Yeah. Oh yeah. 不错。知道意思吗？清楚了，真的哈，对的哈。Hello， 清楚啊，清楚多了。他们里面有假装懂的哦。哦，崔璀璨，乔丹，崔璀乔丹。What do you mean？ 那个 butterfly 是。蝴蝶，蝴蝶，哎，等一下，蝴蝶，蝴蝶，中文教的，中文教的，我早就怀疑三剑客怪怪哦。他在园外面有那个毛毛虫的蚁后啊，毛毛虫的蚁后，毛毛虫的蚁后，毛毛虫蚁后，我给您，他毛毛虫的蚁后，对。真的是假笑哎！他真的是假笑，对，所以他自己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我跟你讲哈，我怀疑他只是修比多华的小马戴假，修比多华戴假发，太好笑了。然后毛毛虫的以后叫蝴蝶，蝴蝶 butterfly， 蝴蝶蝴蝶啊，有一个蝴蝶，对了，蝴蝶蝴蝶哈，蝴蝶跟他。说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别让我放，让我飞走，飞中啊。他说啊，我们可以祝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对，打死了。后面是哦，就有有有听懂，有听懂，他只是不知道蝴蝶怎么讲。对，很可爱的笑话，对不对？这个我喜欢。来，丫头丫头，我最担心你。我也好担心，我也好担心你哦。My boyfriend is break my heart. I'm so sad. So he say, will you forgive me? So I say, forgive you is God to feed. My thing is to you to see the God. 有八张充满了 question mark 的脸。对啊，所以很有笑。哎呀，来来，安东尼，就是他。她一天跟她男朋友跟她分手，她说你可以原谅我吗？然后她说原谅你就是上帝的可以做的，我不能做的，可是我可以帮你去看上帝，就是杀他的意思。对，什么是 God to feed？ 上帝做的事 God to feed。God to feed 到底是不是这样？不是 feed。thing 是鱼鳍，就是 the thing that God does。哦，原谅你是上帝的右手啦。啊，不是，就是不是是原谅你是上帝能做的事，就是只有他能原谅你做的那个事情。够，我们干嘛为了一个笨蛋讲的英文在那争执？然后后面那一句，我却可以让你去见上帝。对，因为他伤了他的心啦。对，好，还可以，还可以。哎，校园的应该是比较有程度的啊。应该可以，应该可以。Yesterday I go to my girlfriend's house. And her father tried to give me a hard time, you know. And he asked me, you know, my girl love travel so much, especially.She like to go to the very far place. Okay. Where's the farthest place you took her? Tell me. And I think about it maybe a few seconds. I answer him a few days ago when you not home.
I take her to the heaven. You understand? Yeah. 了解了解了解。这个还算蛮。Don't talk dirty, man. 我再讲一个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再讲一个。笑对不对？他的演技好浮夸哦。梦梦梦多梦多。哎，中文有一句话讲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Can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you say yes, I know. If you don't know, you say I don't know. Yeah. Now you know. That's what it means. No. Good. Good. 这个我再讲一个很快的，我再讲一个很快的，好，校友加分，对，我再讲一个很快的，是 ，You know what's this letter? X X right? X. Okay, and what's this? 震动 ，Many X's. Sex. X. Many X's. This is extra. 唰唰 is the main thing. 唰 is Taiwanese. 唰对，唰 shaking. Extra sounds like extra. Extra is the brand of the gum. Extra. How to say extra side? 没有啦。梦多蔡英文惹人嫌，安托利伤口上撒盐。他们五位当中英文程度最好的跟最差的，啊哈最好，最烂的是谁？外面的旁边。最不好真的就是。最好的英文就是蒙多，然后最难的是哈哈。Thank you。等一下，我这样反了，不好意思。我反了。来个最难的部分，好，就是蒙多讲一个笑话。OK，Thank you。蒙多加油。Slow down。Wait a minute. Because my English good, but I can't speak冷笑话 ，So I have a paper, okay? What kind of room has no doors or windows? This answer is mushroom. What kind of room? What kind of room? Okay, again. 我懂。对，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剪这一次的嘛。什么意思 ？Mushroom. 请你不要再一次。What kind of room?Room has no doors or windows. Yeah. Window. This answer is mushroom. Yeah. But 哪一种？为什么是 mushroom 没有窗户？为什么要叫 mushroom？ 没有门，就是 mushroom 香菇，就是香菇。对，就是香菇。对。对。A mushroom doesn't have a door anything. 当然没有。老外跟老外解释。解释英文。还有一个也很可爱，他说你来讲。OK。你有没有讲慢一点给他们猜？好。One day, a mushroom went into a bar and asked the bartender for a shot. 再来，我会讲，让我讲吧。And the bartender say.Sorry, we just serve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mushroom say, but I'm a fungi. I'm a fungi. Fungi. Fungi 就是这个。对对对。好，广东话吗？不是。Mushroom 是蘑菇，对不对 ？Fungi 是它的专有名词，就是菌类。菌类。但是 Fungi 听起来是一个有趣的男子。人呢 ？I'm a Fungi。I'm a Fungi。他要到坝里面去喝酒。他又来 gay 了。然后那个 bartender 就说：“你我们这里只有人类才可以进来。”然后那蘑菇就说：“不，太好笑了吧？”对，这有可能是蛮好笑。我们的英文太烂，我这个笑话在美国讲了十几年，遇到人陌生的，我就开始跟他讲这个。对，是我跟你讲的，你教我了。对对对对对。那你自己讲一个。Someone went into a library and asked the librarian for a burger. So she goes, "Can I have a burger?" And then the librarian said, "This is a library." And she goes, "Oh, can I have a burger?" 笑，你根本听不懂，他大汉
吗？没有大，他是小的，他是小声跟他讲，就是那个我们提款机那个。提款机？不是提款机，没有提款机，然后他不是说输入密码，然后他按错的，然后他就会以为这个输入密码，然后我们是0234，那阿妈就说0234一样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来，再次，更好笑。阿龙告诉他什么意思？好，所以就是说你去图书馆，就是也要讲小声一点。所以他去图书馆说，我可以点一个汉堡吗？那当然去图书馆是不能点汉堡，对吗？对，所以他觉得哦。我可以点个汉堡吗？他以为就是要小声一点而已，对，懂吗？差不多啊。哦，你说跟着小声一点，差不多。翻译什么？还有我还有一个，可是这个比较难哦，这个比较难。这个比较难，那你要讲慢一点，我才听得。What do you call a three-hump camel? What? 目前为止，不单字是骆驼 ，camel 是骆驼 ，hump 就是峰或者是一个凸起这样。哦，那就three hump 三个 camel。No， pregnant。听得懂吗？听懂。你第一个比较好。有九个就是 OK。奇怪，还敢讲我？我们怎么说山峰骆驼？怎么说？怎么说？其实他意思，世界上其实没有，他没有山峰骆驼嘛，只有单峰或双峰。那为什么会有山峰呢？因为他怀孕了。Pregnant 就是怀孕的意思。第一个比较好。第一个比较好，真是的，还不错，还可以吧。好了，那我现在全部讲完了，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冷笑话可以再来一个 ？What does a pirate say when he turns 80？ A pirate when he turns 80 years old. What does he say? Think about how pirates talk. 其实你可以不用假装在想。我在想，他还在想 80 到底是18还是80？你怎么知道 ？I know you。他说 ，I'm 80。I don't get it. Hey, you know what? 第一个比较好笑。I am 80，就是 I'm 媒体，媒体就是说他们的其他的好海贼，对，然后是 I 媒体，他们通常会这样子说的 ，I 媒体 I， 当他说妈妈说就是 I'm 80。哎，你知道后面讲这些话没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不好笑，对呀。好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们评个分嘛，对不对？我们要评鉴的是这五位艺人的英文程度嘛，英文程度，对啊。所以他们还是可以给我们这五位来评个分，来看他们的程度如何。凯杰，你认为他们五位当中英文程度最好的跟最差的都不高啊？我们懂，我们懂。最好的应该很明显的吧？梦多落差很高吧？梦多，你不要讲他了。什么东西？他连日文都不好。刚刚有人讲那个牙头的那个，他都听得懂那个小孩，因为那个小孩其实很难，他都听得懂，我觉得还不错。小杨哥。有点勉强，有点勉强。哈哈哈哈，我觉得 OK， 应该是哈哈最好的。哈哈最好。那最烂的是谁？梦多。外面的旁边的人。梦多跟小梁都算不好，对不对？哎，你觉得呢？就最不好，真的就是。你们误会了，我只是这样子讲一讲就不好。低调，低调是。Discussion， I'm OK。对。哦 ，discussion， 哦，谈论沟通 ，discussion，I'm OK， 哦 ，OK，You're actually not。但其实我觉得孟多至少当下可以表达出来他的思想 ，Yes， 对，所以我至少听懂他的意思。但这位中，没有，我觉得他都是 body language， 对，跟。No， 谁会这样子 ？I'm fine。你根本就是日本的神谕女。哪一个？我没有听过。你就是日本的神谕女。他是梦多。我不是。但其实哪会啊？其实梦多回家以后都不太爱讲话，对不对？哎，怎么知道？因为太累了。这位可甜甜就可以甜甜甜甜，那
虽然他的发音可能没有那么的理想，但他的语法都很正确，表达能力，对，语法都很对，对他就是懂得沟通的，不错，他很能表达，对，很敢说，很愿意讲，很顺。对，台湾的英文不好的原因呢，就是不太敢讲，要不然有一种人英文很不好，为什么？经常被他女儿纠正，他纠正到最后他就不太敢讲，神经没有吧？For example, me， 你很敢讲啊！我怎么敢讲？我在你面前超爱讲的。我在美国嚯，对不对？怎么样 ？OK， 所以你认为最好的？那最好应该是就穿红色衣服的，应该没有悬念了。很显然他不懂中文，对不对？哈笑员，对他念得很快，所以如果我跟他再打电话的话，我以为他是华裔，就是美国的 ABC。Dwight Howard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 NBA 球星，我们知道。Dwight Howard 来台湾，我跟他聊天聊到，他跟我说 ，You are the Taiwanese Shaquille O'Neal。天哪！他真的只认识一个台湾人呢。他是不是喝醉了？而且你们会聊天，是因为你挡到他的车位吧？死都不走。而且车钥匙还掉了，没办法，不能离开。来来来，璀璨呢？最好的一定是这位张小姐，张小姐，谢谢姐，只有她就是没有，里面没有讲到什么我不懂的词，其他的我都在。小姐，哦，对，我的英文太深了，你肯定不懂了。然后表达能力非常好，可是最烂的就是蒙多，因为他讲话，你讲话的时候，你这边的骨头都出来了。No no no no， this is no 骨头，这是血管。学感，他很努力在讲，他讲到爆青筋，人家不好意思说听不懂。很努力，对呀，来来来，安多利，你觉得？我觉得最好的英文就是蒙多，然后最难的就是哈哈。Thank you。不可能。不好意思，等一下，我这样反了，不好意思。怎么讲话？你会不会讲话？做效果哎！现在我们知道中文最烂的就安托利，安托利，哦，哈笑也是最好的，很多是最烂的。OK， 来，白芬妮，红色衣服那个是最好笑的，其实他的笑话是最变态的。对，我们外国人，我们都习惯之中的笑话，所以我们都觉得很好笑。Hello，Hello，Hello， 哈笑员跟。甜甜，他们的竞争应该会很激烈，对啊，期待这个比赛，真的是出人意表哎，好感动哦，对啊，不了解你，但是甜甜，你的肚子跑出来，你不要把那扎进去，扎进去就没事。来来，乔丹，最大，梁哥啊，最大，因为蒙多有那个 body language 啊 ，body language， 所以没关系。语言没关系，只用语言，所以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你是不是因为假发太热，所以才觉得？他已经很蓬松了，对啊，吹很久。有没有看到？最近刚新婚嘛，小马嘛。不是，他是宠物美容弄的，你不要这样。我可以说，我觉得蒙多是最好看得懂。最容易看对嘛，对嘛。今天我们这个从一个笑话开始，然后就拉近彼此的距离。是，但是最重要，英文要好就是愿意去讲。对啊，对，没有开讲，然后去聊天，讲的好不好都无所谓。梦多就很好的例子嘛。对，英文那么烂，但他讲起来，哎，他还跟大家沟通。对，还听得懂。我跟你讲，我说真的，我高中的时候还把到加拿大的女朋友，她只会讲英文哦，然后。我们在韩国认识，然后就是哦 ，I like you, I like you, I like you, I want you， 就可以搞定了。他就是有这个 What the world start by F and with fuck fuck？ 发不出那个 F。他真的是四次元啊！日本人发不出那个 F。再次感谢他们，也谢谢谢谢。